我发现后面那些角色都没讲，来吧，想那我们就继续下去，成功了哦。然后我们顺便抽一下，其实之前我一直跟你们强调它很轻松。然后这个我已经想到了，他说也就是现在还不能站，对不对？嗯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啊，你就是要48级嘛？哎，阿文角色那么一样啊，48级耶，吓人哦！哦，所以要提升官邸等级，然后就到最后讲回来官。问你哦，累计在问道分解530英雄，问到底对加。哦，你们这边下来，下面有个问道进去，这里哎，那稍微都有。等一下哦。什么限时免费？屁数。嗯，这个不是问到啊。哎，问到不见了啦。我在书院里面。然后他说要分解，是不是？啊，我知道意思，我知道意思。问到其实就是分解嘛。那为什么不早讲？然后这样分掉会不会很后悔啊？没办法啊，因为我接任务，你知道我这样子搞啦。哎、欸，不然怎么没有问到？怎么有碎片啊？问你啊，没有问到你要怎么有碎片？哦。你是这边很重要哎、欸，那这个问到任务也太过分了吧？会查嘞，先把作弊拉上去。哦，有了，然后紫色品质英雄两个，要怎么有紫品英雄？各位观众知道吗？天啊，这也太难了吧！也就是紫品英雄，也就是要金国的，对不对？哎，不一定，不一定，应该就是那个吧。突破上去吧，也就是说去得到那碎片这样子。啊，应该需要，应该需要。所以就是你要紫色的话就是偏这样子。